细腻的人物神情和鳞片纹理，纵使费时费工，但他坚持纯手工，不让传统古井文化消失。我有带你熬熬我细香，两代都烧塔烧塔来做这琳琅。去了解才知道，说原来这种产业是有人在做的。师承大陆福建古井师傅洪国林已是第六代传人，做工扎实不马虎。我去当开自己会用白啊，白一寡基本的量啊，什么动物的。夕阳产业不要让消失哩，所以阮做啊搁啊生动，搁啊精细，哦，啊，让大人拢知影哦，古早这个行业。颠覆传统，将古纸转化成艺术品，洪国林更乐于分享所学。我过成大，和咱体验教学哦，我古纸是到底是安那做安那用。老虎眼睛就不太会做，然后就去请教老师，想要借由这次的课程来学习这些我没有接触过的传统工艺。传统技艺虽因时代更迭逐渐式微，但透过创新，让古纸文化得以代代相传。大爱新闻施宇成、郑瑞平，台南报道。